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日本代购视频。那这周我又买了一些东西，然后如果大家在新加坡想要买日本东西的话，也可以加我微信咨询啊。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这视频，那我们开始吧。第一个东西就是这个 One Sport 的衣服，这个我也有买，然后这次代购了两件，另一件要等下周寄来。对，就这一件超级好看的。那这件非常有人气，我之前买的时候就已经是最后现货一件，然后这是预约出来的，然后现在好像还有货，就差不多几乎所有地方都没卖，就一两个地方有卖。然后是这个洗眼液，这个我自己有在用，我觉得还挺好用的，就是翻眼睛不舒服啊，然后或者是卸完妆眼睛里感觉有点脏东西，我就会用它。下一个是这个钙片，这个钙片还很好吃，它是那种一块一块的，很像那种牛奶糖吗？怎么讲？就是那种一个的，然后它的味道是酸奶，它还有那个抹茶的。下一个是 Pola 家的美白丸，还有这个 Pola 家的抗糖丸，然后是这就是这个莲藕的，对，就是薯片，这个。梅子口味的应该是乐敦家的美容液，它这个话就是帮助你去痘印啊什么的，效果不错。一个 24K 的 Beauty Stick， 熊本家的饼干，给大家打开看一下，就是长这样，超级可爱。然后是这个 Cookie 的，对，就是那个饼干。然后是牛乳屋家的咖啡，对，他们家还有那种孕妇都可以喝的咖啡。然后就是一个杂志，是这个 SMF 的，然后里面的东西就是这样子。然后他这是送了一个手表，对， Porter 的 Head Porter 的加强版新骨酵素，这个就是每次都会代购的，超级有人气。下面是另一箱啦，这一箱里面东西全都是那个皮卡丘相关的，对。然后这个的话首先是卡套，是他们家新出的放卡的，我就不打开了，买了很多。然后是这个卡盒，他们这次家新出的那个 3M 的卡，对，这里面全是卡，超可爱的，日本的包装都比美国的可爱。然后三个 poster， 对，这质量看起来很不错，不是那种纸的，它是有一点那种怎么讲呢，塑胶吗？对，送了一张 poster 卡，超可爱的。然后就是三个皮卡丘加一个皮卡丘的卡包吗，就那种可以放东西的包包。好，这些就是我这周代购的东西啊，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在底下跟我留言，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次见吧，拜拜。